大家好，今天齐哥去带喜妹吃一点好吃的，就是前面这家店，陕西的特色。现在看一下菜单，这里的消费好像不低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面挺贵的，最便宜的是20块左右的，也有15块的，但是很少。可以尝一下我们的凉皮，这个凉皮看着还可以啊，味道怎么样？这个叫饺团。你没见过吧？大家好，今天带喜妹吃一下陕西的小吃，点了一个凉皮，一个凉菜，一个这个饺子，还有一个油泼面，味道不错。这个饺团喜妹有点吃不惯，这次有点尴尬，本来说她肯定很爱吃的。好了，今天就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